你这人好面生，你是来找谁的吗？你拿出刀子做什么？里面的人快逃啊！嗯，外面好像有什么。夏大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他双眼无神，对我的声音恍若未闻，倒像是完全不认得人了。夏大哥，夏大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会变这样？夏大哥的功力比韵九师更强了，不过他似乎陷入了疯狂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沈娘，原来沈娘会武功，竟然瞒着我这么多年，而且沈娘身手利落，完全……沈娘，别伤了他。放心，他只是昏过去罢了。我刚好经过附近，听到杜建大喊便赶来了，幸好有赶上。风儿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先前去运酒时发现酒商走私草药，整趟镖队遭人灭口，这位夏大哥就是当初和我一起逃出来的。我原以为他逃走了，却不知为何又出现在此，而且还完全认不得人，见人就胡乱攻击。让我瞧瞧。哎，沈娘，你不只会武。不知沈娘是太过专心看着夏大哥，还是不想提往事。风儿，你确定他不是跟你结仇才攻击你吗？肯定不是，夏大哥个性敦厚，根本没有理由攻击我，他现在这样反倒像是疯了一样。况且镖局死了这么多人，他原该回镖局才对，不知为何会出现在此。那我猜想他这症状或许是中毒了。中毒？他内力运行的方式极为诡异，感觉像是要一口气把所有内力耗尽似的。我刚对付他，发现他似乎也感不到疼痛，从这些症状来看，他极有可能是中了三生三死饮之毒啊。三生三死饮？那是什么？哼，你没听过也是正常的，我也是小时候听我师父说过。从前有个药王一族，他们世代皆饮用药草，对各种药，百年前他们企图称霸江湖，提炼出一种极为阴险的药，就是三生三死饮。当时许多人被下了三生三死饮，心智被操弄，师徒反目，父子对砍，夫妻互杀，药王一族后被各大门派群起围攻，几乎灭门，残余的药王族人隐居山谷，直至十年前灭门才不复存在。三生三死饮从此失传，没想此药号称一饮丧志，长眠不醒，再饮失神，六亲不认，三饮丢魂。这禁药可怕之处在于它能操控人心，凡是饮此药的皆会丧失。你是说夏大哥是被人操纵了？不错，对方能做出传说中的禁药，我只能看出这三生三死饮含有一品红和赤血石的成分，至于其他成分的药材我就分辨不出来了。最有可能操纵夏大哥的人便是刚刚那对狗男女，而他们又在利用镖局走私不明药草，不知他们走私的药草是否真与这三生三死饮有关。
沈娘，你说的一品红就是这个吗？不错，这就是一品红。据说一品红生长在干燥炎热之处。凤儿，你这一品红是打哪来的？这就是我方才提到的走私药草，我趁人不注意藏了一些。且慢，你说他们走私了多少一品红？满满一整辆马车都是。这一品红药性强烈，只需要一株草就能炼取毒液，根本无需这么多。又或者他们打从一开始就打算大量提炼三生三死饮。什么？他们究竟有何目的？不管他们在计划什么，肯定都会酿成悲剧，一定要阻止他们。可恶，目前连敌人是谁都不知道，只能从三生三死饮的成分、一品红和赤血石着手调查了。一品红的话还可以去找走私的开封酒商水井房那边探查，只是另外这赤血石听都没听过。此二物极少在江湖出现，一品红暂且不提，但这赤血石的来源你可以去杭州找大福叔问问。杭州？大福叔才刚娶娇妻，不好好在家陪老婆，没事跑那么远去干嘛？他最近在那边新开了打铁铺，所以比较常待在那儿。他们苏家历代都是以采矿为生。好极了，我这就去找大福叔问明白。三生三死饮的药方，一品红的产地，该不会……沈娘，你想到什么了吗？这事儿或许你师父没与你提过。你姑第一次见到沈娘面色如此凝重。我与梁仁浩曾经是同门师兄妹。那我不就要改口叫师叔了？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羽苍派也早已解散。若不是为了你，你师父也不会再立苍江派。那时我有两个师兄，其一便是你师父梁仁浩，而另一位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与你师父理念不合而离开羽苍派。这事儿也间接地导致了羽苍派的解散。沈娘会提这个，莫非？是的，你的这位师叔离开玉苍派后，我也是多年前才得知他加入了一个神秘组织。这个组织表面劝人向善，但私底下似在酝酿什么阴谋。而江湖上知道一品红的人少之又少。而好巧不巧，我这师叔就是有取得一品红渠道的其中一人。正是。看来我这师叔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啊。其实也不尽然。沈娘，有些事儿是要你自己的眼睛去下定论的，是好人是坏人，有时候全凭立场不同，无分对错。唉，若可以的话，我其实是希望你不用经历这些的。这三生三死饮至今尚无解法，我先让他睡一阵子，躲过这风头再另寻他法吧。得找地方避风头啊。好像忽略掉了什么事。可找到你们啦。是谁？让我们找你找好久，坏孩子就要打屁股。李妹，没想到还能听到你替我说话。这家伙就是我另一位师叔。雀苍鹰，加入魔尼教后，你还多学会了偷听别人讲话的习惯吗？原来沈娘说的神秘组织就是魔尼教。你们可误会他了。
要不是小苍苍执意要先确认附近有无其他高手，我可是想早点进来的呢。李妹，没想到师父才讲过一次，你竟然能认出三生三死引。教主下令，凡是知情者都必须灭口，但如果你能加入摩尼教的话。哼，要我加入摩尼教那是休想。你为何如此执迷不悟？执迷不悟的人是你。你们制作三生三死引，屠杀无辜民众，操纵善良百姓，你以为你这样做香儿就会高兴了吗？弱小的人是没有资格守护别人的，我当初保护不了他，但现在我已经拥有足够的力量。你有再多力量，香儿也回不来的。我知道他再也回不来了，我这么做。雀苍鹰，快醒醒吧，你只是被摩尼教利用罢了。我替教主办事，成为摩尼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。本李妹，我再问最后一次，你真的不打算加入摩尼教？只要你点头，我担保你成为摩尼九使。绝不。那就休怪我不念当年情分了。也罢，香儿在地底孤单了这么久，有你去陪她也好。沈娘，我来助你。小子，你的对手在这里。疯婆子，小心别把命。玩掉了。你看起来比开封的僵尸们耐玩。哼。啊，好痛啊。接招吧。再不出渣，就换我过去了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嘿，瞧你破绽百出的。好痛啊！水能穿石，其中的道理就让你见识见识吧。瞧你破绽百出的。不，一点都大意不得。不要离我这么远。很快就结束了。瞧你破绽百出的。能砍一刀吗？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你这有点痛哦。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。太大意了。让我砍一刀吗？太大意了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好痛啊！嘿，再不出渣，就换我过去了。嘿，哈，嘿，哈，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嘿，你看我这招怎么样？太大意了。小子，你别乱跑啊！这疯婆子怎么一下哭一下笑？水能穿石，
其中的道理，就让你见识见识吧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小子，你别乱跑啊！呀！嘿！好痛啊！呀！嘿！一点都大意不得。小子，你别乱跑啊！嘿，有机可乘。好痛啊！你为什么要打我？嘿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有机可乘。好痛啊！妈妈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。别走开嘛！结束了，得赶紧去帮沈娘。沈娘，这里交给我，你别过来。小心。沈娘。香儿，香儿，你最喜欢的李姐要一直把你当儿子。沈娘，你先别说话，我帮你止血。小狗子和小狮子。沈娘，你别死啊。沈小子，刚刚黎妹交给你什么？切苍蝇，还我的沈娘来。不必急，你马上就能见到他。我要你。呀！哼，你师父都不见得赢得了我，就凭你！哼，太大意了！呀！让我见识一下你有多少斤两，凭你能妈妈过来没这招吗？让你见识我的力！别招！哇！接住！让我见识一下你有多少斤两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你能躲过这一击吗？到最后还是抵不过他们，看来是无法替沈娘报仇了。我还以为师妹必定是把玉佩给了这小子，没想到竟然只是颗石头。那石头就留给你们当陪葬吧，当成我最后的慈悲。可恶，身体动不了了。想不到师妹也会搞这种无聊把戏，亏我们还利用镖局的镖师引路，想不到还是白忙一场。眼皮，这镖师刚刚的动作还是有所迟疑，看来这三生三死瘾还很不稳定。无论如何都得把最后配方找出来，还要找到制药。走吧，元乐。人家是严爱，你每次都认错人。看来是严乐刚打输了，所以才让喜怒哀乐中的哀性格出来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幸好不是严怒。怎么办？
没有问朱玉佩的下落就把这小子杀了。别担心，梁仁浩为了替心爱的徒弟报仇就会自己。要是他没来呢？他绝对会来的，只要他还是一代大侠。臭小子，叫你去买个东西，你买到树上睡觉去了。早买好了，沈娘，你也到了记不住事的年纪了，我可不想这么早就开始照顾失智老人呢。感情我这么多年养出只贫嘴的白眼狼啊，你叫我怎么跟你师父交代才好？哼，以我的能耐，绝对不会放着你和那两个小子穷困潦倒的。你才失智，你全家都失智，把我和小石子的灵还来，把灵还来。小狗子，小石子，你们这话就不对了，我全家不就是你全家吗？哎，你们呐，都说了少跟他学那些有的没的，要是长大以后都变成他那样，该如何是好？像我这么聪明机智的男子汉有什么不好的？这样沈娘才不用担心孤苦无依啊。也许是吧，但那也要你沈娘活得到那时候才行哦。你是？对了，是你把别走，你别走，把沈娘还来，把沈娘还来啊！阳气凝神，切勿妄动。是谁？这里是哪里？刚才是谁在说话？全身都痛，我只记得被那疯女人砍了一刀，之后的事就不记得了。我身上的刀伤怎么不见了？难不成我是在做梦？世上竟有这等奇事，我得把事情弄个明白。这里真是仙气弥漫，难不您是仙人？老朽可不记得自己哪时成为仙人了，我与你一般，都是常人。常人，所以我还活着。既然如此，我得去替沈娘报仇。疼，好疼！以你现在这副身子，要如何报仇？替我疗伤？这老前辈虽看似……闭目明心坐，卧固静思神，叩齿三十六，双手抱昆仑，回摆摇天柱，赤龙绞水金，琴行无间断，万极化为尘。老前辈在念什么？从他掌心传来一股暖意，通达全身经脉。
你先别起身，保持现在的姿态，持续运行内力。伤口看似愈合，但脏腑依旧伤重未愈，这是因为你尚未学会运用体内。老前辈，你似乎知道我是谁。你小时候我们曾有一面之缘，但那时你年纪尚幼，又身受重伤，自然不记得了。多谢老前辈相助，只是你我素昧平生，为何你要再次相救？此乃天命所定，谁都无法违背啊。天命？老朽问你，你此刻最想做的事情为何？报仇。我要替沈娘、景四哥还有其他冤死的开封镖局的人向魔尼教报仇。你要如何报仇？把他们全杀了？不，那魔尼教企图制作三生三死饮，只要能阻止他们的计划，就是最好的报仇。摩尼教主乃是后周皇室血脉，他企图用三生三死饮来操控人心，令天下大乱，好匡扶后周。摩尼一介平凡少年，凭什么觉得以一己之力有办法复仇？未免也太自不量力了。老前辈，不是我有没有能力，而是我非复仇不可。只要杀害沈娘的人还活着，我就永远不会放过他们。如此重情重义，不愧是天命所选中的人，老朽果然没有看走眼。十年前为了替你疗伤，我在你体内灌输了愈合之术，只要受伤时催动运行，就会加速伤口的愈合。要报仇的话，我要学。百年来老朽一直在寻觅这绝世武功的传人，但大多数人无法承受这强大的。能得此绝学，以报血海深仇，就算折寿亦在所不惜。恳请老前辈传授弟子此神功。好，既然你有此决心，我就传授于你。老前辈，我已经照您说的在这里处三天了，请问除了背诵心法，我还能做些什么吗？养气凝神，切勿妄动。你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什么都不做。又是养气凝神，切勿妄动，这八字真言我都听了几百遍了。照你这样子，怕是还得再听上千遍万遍才能悟得精髓啊。这老头该不会是在耍我吧？可恶，这样下去几时才能为沈娘报仇？但要是他传授的真是神功，现在放弃岂不可惜？若因为急躁失去得到绝世武，我懂了，他知我一心报仇，担心我气急攻心走火入魔，才会以此方式提醒我静下心，谋定而后动。灵活运用脑袋，变通法子达成目的是我的长处，要是被心魔所困，无法全力发挥。老前辈，谢谢您的指教，我已经冷静下来了。是否准备好进行下一步，你的身体最清楚。如何，你体内是否感觉到了变化？确实有股奇妙的内力在体内流动，残存的疼痛也随之减轻了。很好，
这就是老朽的绝学，水仙大法。现在你已经掌握了这套心法的第一阶段。水仙大法，这套心法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只要能达到心源归一，静以逸待劳这件事我太拿手了。这睡仙大法似乎如同为我量身打造一般。您刚刚说我已经掌握第一阶段，那后续还有别的步骤吗？既然是睡仙大法，这第二步自然是就地躺下睡一觉，一静全功。我还以为又要悟些什么大道理，结果只要睡一觉，这个心法修炼起来也太安逸了吧。这老前辈看起来高深莫测，他所创造的心法当真只要睡一觉就能学会吗？放心，老朽不会害你，按老朽说的做，一觉起来保证功成。那我就失礼了。记好心法。朦胧中我看见沈娘在昏黄烛光下缝补衣服的身影，一瞬间我又来到了开封的桥前酒摊，和景四哥把酒言欢，谈天说地。我试着抓住他们，他们却化为泡影。奇妙的是，满腔的悲愤并未使我怒发冲冠，反而化作一股热浪，沿着我全身的经脉奔流起来。这股热浪越是循环，我体内力量越是源源而生。或许，这就是。这一觉起来，我身上每一寸血肉都仿佛获得了新生。老前辈，你这招心法实在受用。如今你已经学会了愈合之术，
只要你日后勤加修炼，便可自行疗愈伤口。多谢老前辈提点，一日为师，此生有其时，知命令不忧，天道攸归处，顺应反自然。这神功可救人，也可害人，就如同天下兴亡，全系在你一念之间。任何选择皆会影响最后的结果，需慎之啊。老前辈，我明白，我这就出发。你就是天命所选中之人，今后这世界的结局就看你的选择了。这天地之大，宇宙之广，我虽一品红，肯定跟水井房脱不了干系，该去开封找那酒商问清楚。赤气石，沈娘说过，如要询问矿物的事情，东阳村，在洛阳附近，雀苍鹰曾提到要抓人试药，该先去阻止他们。还得抽空回小溪村一趟，沈娘不在了，小石子小狗子一定不晓得今后该怎么办。我是他们的大哥，应该先去哪里才好？就先前往洛阳。